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欢迎收看均匀园艺。杜鹃成活率高，花朵颜色鲜艳，很多花友爱养，但有花友留言说家里的杜鹃一直不开花，其实给它喝点绿瓢水，保准花苞越来越多，花朵咕嘟咕嘟冒不停。这绿瓢水便是西瓜皮，吃剩的西瓜皮用小勺把红瓤都刮干净，只剩下绿皮和白瓤，这样浇花时就不会招小虫子。把刮干净的西瓜皮装盆，用清水多冲洗几遍，避免有残留的糖，然后将西瓜皮切成小块，放在塑料桶里，不要装得太满，七八分即可。盖瓶盖时稍微拧几圈就可以了，平时每隔几天看一次，如果胀气太厉害就打开瓶盖透一下气。家里有搅拌机的可以直接把西瓜皮搅成汁，这样发酵起来会更快。装好后把塑料桶放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充分暴晒，大概20天的时间，西瓜皮水就发酵腐熟了。发酵好的西瓜皮水是酸性的，杜鹃花特别爱喝。按照1:50的比例兑水浇给杜鹃花，连续3到5次就会发现杜鹃花开始不停地长小花苞了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关注哦，下期再见。